个响。已经有在商量了，只要破20000本，杨兰姐穿比基尼。我也是在那个魔方秀。人家歌仔戏后面现在都要有夏天，要有清凉的，哇！不要啦，不要再牺牲我了。如果卖20000本，你肉人离线啊！啊，你却荣耀事业线啊！书真的很快就破20000本了。哎呦，就拍成你这个规矩。哇，你要抱歉，不然好像是我出书。其实抖音有出书啦。我那边库存还有20000本。我那个要做成书嘞，阿宝如也有出书啦。所以你若是讲今日你吼已经来个家，大家再过几日讲讲个，秀慧莲同听听很顺，来去，就咱宝如个册。伊嘛是拢无做宣传的啦，我感觉就是拢在传承，也是讲为这个社会贡献的。所以你若是刚好兴趣，就连呢，宝如再去个讲。但是伊是东区地主啊，我们前辈啊。连续剧要看呐、现在在播出的连续剧要看。连续剧，你跟我听拢听。对啊，爱看。这个大家一定要看。不过吼，你先拢定咧做许送命节目啊，所以你铁火直断，我几万分。我是觉得20000本一定有了，比基尼是一定看得到。有在保持身材，最近都不吃饭的，有没有比较瘦？有。要冷气关小一点，不然人太轻都被吹走。跟两个人很交流，哎，都曾以前我们做秀时的实习，然后一起主持公共电视和公共下下，然后我们还成立一个包，叫做“赌蓝猫”。你够够。所以我们感情非常的好，今天他要来我也非常的意外，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我刚刚紧张到，因为他出一出车子我还不能来，是冒昧。对啊，我都出4-5本了呢，你都没来哦。你有出到4-5本哦？不好意思，不过今天难得雅兰姐这本书做公益，他晚上睡觉哈都有很多这些哈这些俚语，他都没把它写下来，觉都睡不好。然后现在要跟人家聊天，讲这些俚语，人家听不懂，他也很难过，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对不对哈？大家有共同的话题。我们才有共同的话题，大家都来学习这些俚语。我的几位俚语，变青菜了。好啦，你等继续给我看下去，你等鸟食羊，你春盘戏耶？什么意思？春盘戏耶？你两个继续把它开落去，你着鸟食盐，啊，春饭死的。哎呦，大家拢知啊，拢会啊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，谢谢杨姐，谢谢杨姐，谢谢杨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后面有赶通告，后面有赶通告。你台湾就感动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鼓励。好，来跑下去，谢谢。拍照片给我一下，拍一下照片。那花要不要？不好意思，我